这么多订单，就知道吹吹吹。宇师傅，我看你天天在这里组装，你觉得组装这个无人机哪个部件是最耗时的？其实机舱这一套所有的设备都是比较耗时的，像前面的吊舱啊，后面的飞控啊，电源系统啊，发动机啊，这些都比较耗时。于师傅，组装飞机最大的挑战和困难是什么？还是这个飞控的调试，因为飞控准确的参数别人是不会告诉你的，只能自己去，因为每台飞机的特性都不一样，然后只能自己去不断去尝试去调试。于师傅，现在对你来说，安装无人机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一个爱好啊？爱好也是一部分，然后我们本着严谨的精神，就是在出货之前也要为客户检查好一些设备，我们进行测试通过才能发货。于师傅，你做这个最大的压力是什么？压力？我感觉没什么压力。于师傅，你做这个工作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最开心的事情，上次杰森跟我讲，澳洲的客户发邮件给他说，感谢我们的团队，他组装的飞机非常好，那客户对我们的认可，我们也感觉很开心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于师傅给我们海内外的客户带来的独家分享。